只要有烤箱就能做出来的美味。哎，孔爷，今天买了排骨，有很多粉丝问啊，有没有什么有手就行的菜？不要眼睛会的，手还不会的那种。可以啊，今天这个菜，你们只要有手就行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我就建议强哥到你们家里去煮。冷排切断，切好的排骨先用老办法洗一下，加入小苏打浸泡20分钟，会使排骨的肉更加的酥软。把腌好的排骨啊，吸干水分，要先加入料酒、排骨酱、生抽、老抽，然后给它抓匀，薄薄的加入一些干粉，一可以锁住味道，第二个可以使排骨的肉更加的滑嫩。抓匀腌制20分钟，一定啊！一会儿你一定要把这碗菜的步骤和配料发在评论区，务必要教会大家，要不然你真的要到人家家里去做就不要了。大家赶紧啊，看看置顶的配料，顺便点个关注。把腌好的排骨用锡箔纸给它包好，放入烤箱，把它烤熟烤透，再给它取出来。确实又简单又好吃。